衣服。你过来看这个。我选择选择。单边一个也可以。那两个，就是短短的。就这两个。我怎么也带了吧？手上穿衣服。我这个后面根本受不了，那会儿练太猛。这个被人家球上也挺好的。你就你就会甩丢。发不出来光了，能？只有这一个吗？干嘛？你要给大麦也发呀？一共三个。团队带一排呀。直接来一个。好了，那我们直接来一次吧。好。你 generation do the old school, better than you, young blood, running all time, put you out the room. 甚至为我们摆着胃口 ，we follow the rule， 都要看好了，把你们的嘴扶住。咱是彩排几点到几点啊？到九点。现在几点？还有半个多小时，上一次是十分钟。往那边弄。一二三。哪儿来的呢？往这冲过来了。喂，好了。挂了。嗯。耶。他不是。它不是软件的问题，是肯定是运转和线的问题。如果现在是这个底在我外面也是空的呢，外面它跟我干了同样的事情，它也加了个 noise gate。那如果说我们里面不加 noise gate， 然后外面加一个 noise gate， 相当于观众听的时候，对，只是我们这儿很杂。但是你第二趴，如果它外面加 noise gate 的话，情况跟刚刚就差不多。啊，其实没区别。行吧，那就挂着唱。他能唱完是多少唱多少。哦，那个舒适性一定是多少。是电的，电的问题，电的问题是电的问题，是电的问题，就是电的问题，电源的问题，那个电源线。因为这换了这个明显就不一样了。对，换了就好了呀，还是就是好点了。是电好一点，好一点。我觉得就是电源的问题。好一点，你这样吧，先拿个线试一下嘛。如果是他，再怎么解决嘛。如果拿下来，那就没有意义了。箱子有可能摔坏了。这样保守，咱还是明天按今天彩排的演。对，两边都挂了。是，现在的问题是在于，如果我们能有个麦克风，我们就能在酒店试这个东西到底坏不坏。因为原来是这个彩排，没有问题。可以啊，我在话筒，随便拿个话筒。啊，对，就只要能接话筒。对啊。哦，那就行。对，拿个有线话筒试一下。对，在酒店就能试这个东西是坏的是好。怎么会摔坏这么多场都没坏，这也算坏了。好了，可以。
接上吧。你过来看这个，哎，这也太脏了呀。这个还可以有。Thank you.